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玉凤来 Sunny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凯彤来溜滑板。我们现在是。正常的，对，看看我们有没有买错之类的。那我先把它打开来，有，有。然后刮胡泡它长这样，我们看看看。Gosh！惩罚就是，各位看到了，桌上有丰富的饮料。首先呢是这个牛奶，红茶，再来菊花茶、青草茶，就是查理王的枸杞茶，还有白毫乌龙，对，好，然后还有元萃的无糖红茶，对，无糖的一个是有糖的，对，好，那谁要先开始呢？那我们黑白萃。一共一个人会有准备十题，五题的，先五题。好，五题，然后交错，那就等于全部会有十题。等一下，我忘记戴帽子。耶！跳了，好，刚刚黑板赛哦，好忘，然后好忘了，我们不要，好忘，你不会吧？
很想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蛮好想的。
爱男有输赢了吧？好，赛制更改。不然就这样啊，下半场来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这样说不，然后输了加一关，因为快快打实在太难分出胜负。因为问题都太简单。对啊。好，下半场 ，Go！ 剪刀石头，三战两胜好不好？不要，就是输了一次就加一关啊，输了一次就加一次。来，加到满为止。我要再一次玩，快点！剪刀石头布，再说布，加。不要牛奶，算了，不要这么狠心，不要这么狠心。牛奶加水是世上最有的东西。那我们加白蛤乌龙，里面已经有，里面几乎都是茶类啊，已经有枸杞茶了。现在我要加白蛤乌龙，你加太多了吧？好，来剪刀石头布，你很废耶。青草茶。啊，看起来不错，喝啦！你叫我们发泡定？没有、啊。嘿嘿，可恶！我也发泡定的，是越来越黑了。剪刀石头布，你要说布？耶、yeah ！不要加魔法、欸，不要！你已经帮我加，那你已经帮我加那么多东西。你知道你的设计其实没什么用。那就没什么用。你很废、欸，还喷出来。喷出来。喷出来。好好好好好！啊！啊！太多了啦！好。各位观众，我要使用我的魔术棒。你看，魔术棒就在这。所以呢？我打你，我打你！剪刀石头布，布，我又输了。枸杞茶，枸杞茶。我自己看的，你看它颜色改变了。哎呀！我有点白色，有点橘色的样子。好饿。剪刀石头布。哇！哈！无糖的，无糖超难喝。其实我们这样玩食物真的怪怪的，好恶的颜色哦，比有点那个有没有那个剪刀石头布，超好玩吧？牛奶大大，那个啊，我的妈呀，我干嘛？哎呀，可是如果擦这个牛奶会变奶茶，这感觉没有那么恶心哎，帅呆了。啊！你的快满了哎，我的也快满了。剪最后一 round， 剪刀石头布，布 ，yes， 来，你满了你就先喝，我还没加菊花茶，你们还没加，哎，茶，因为玩到大家都满了，所以我如果满了，我就把你加到满了，同一种东西加到满了，所以没有那么恶心。好，满了。好，换我，我要同一种东西加到满。啊，现在是他的满了。今天都还没喝过这个。菊花茶布。超恶的。对不起啊。你加到满哦。对啊。好，太满了。差不多。好。对啊。黑板，你不会黑板。一起喝啊。来。关掉。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我先露一下胡子。而且油桐，因为他不能露脸的缘故，所以好喝吗？那就 OK 啦。对吧？哎，我的是。你没有喝过奶茶加太多奶精的味道吗？我的也是啊，大家都是啊，因为你加了很多牛奶啊。好喝哦，好喝呢。等下你加了什么？加我觉得最恶心的东西，菊花。
枸杞、牛奶、无糖红茶，感觉蛮养生的。对啊，这尾巴在干嘛？原本结尾不知道大家哇很恶心，然后哇要吐了，这饮料怎么？对，原本结尾是那种我们略过好稿的，我们的稿子上写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都要觉得很恶心。我们去买狗食，要不要？不要。好的，完全不同。好了，我们影片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点个订阅，或者是喜欢，想要看到我最新的影片，也可以到我，不是，然后再到我的 FB IG 哦。不是啊，我没有 IG。啊，可以到我的 FB 啦，可以到我 FB 上面赞，也可以点下面的铃铛哦。然后不要订阅凯彤，各位，我是凯彤，我们下次再见。